涛涛，你可以拿个气球。你去是不是拿气球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，我们被追的人要从自己的右手边出发哦。对对对。好，现在要进攻了，选择一个甜蜜的你吧，来。我现在可以走是吧？现在可以走，现在可以走，逃的时候才蹦啊。不是，他玩出了一种擒拿的感觉。杨迪再积一分，来，因为这个很耗体力，所以换一个人发球的是徐志胜。然后涛涛可以坐下休息一下。我还蛮好奇他会选择谁作为攻击对象。真没必要这样对我，换个人，真没必要。我们俩轮空一轮。志胜答应了弟弟说欠他的要还给他，我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要还给弟弟什么，好不好？他们俩真是高开低走啊，全世界握在手里，现在只剩两个币了。五来，五来，好，选择的是瑞瑞。你去哪儿啊，田家瑞？右边，弟弟，右边，这边。哎，他追得很快哦，是不是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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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，加油加油，坐到他的位置上，加油。这啥意思啊？赢了。好，徐志胜积一分，田家瑞进攻。我要是你，我就选涛哥，趁他没劲儿。兄弟，真没必要。你涛哥现在输了。我要选是你就选涛哥。兄弟，我建议你让女生有点体验感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很想下水玩一下。我干了你！我干了你！你完蛋了！你完蛋了！兄弟，我要死！快跳，快跳，瑞瑞！他现在很急，他现在很急！哇！涛涛，涛涛拼了！兄弟，涛涛拼了，快跑，涛涛加油，快跑，加油，气的越看越远。涛哥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涛涛气的，你还站那鄙视我是吧？好好好，我知道你很急，好好好，但你先别急。好，田家瑞积分。拿涛哥刷分来了，在这儿又刷一分，又刷一分，兄弟真没必要，真的是拿涛哥刷分，你们礼貌吗？兄弟，涛哥三十了，我已经不是十九岁那个我了，兄弟，你是你是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二赛段双人赛段，好，请泽林说一下规则。好的，我们双人呢，就是和刚才的规则其实是一样的。只是说我们现在追人只需要用跑的就可以，不用跳了，然后要和自己的搭档待在同一个泳圈里面。但是这一轮呢，请注意要跑满两圈才能够坐下。对，要跑满两圈。朋友们，首先要进攻的是宫二宫三兄弟，来，程磊和田家瑞。那个对，拿一个气球。兄弟，哥三十了。知道了，哥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这是水吗？水。OK， 好，直接就是淋他们吗？对。没有了，再拿一个，没了。
先别慌，你这啥都没开始，这也太明显了，你这个水球没了，你们这个状态还追人吗？还要抓，这个不算，就这状态，这个好累人的。我知道了，摔倒，我不能了，我不能了。捏他们对吧？你捏谁都行，捏谁都行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你不用跟我商量，你觉得你能赢谁吗？老秦还一次都没跑过呢。你要开始住，哎，别暗示啊。啊，再开始。泽林的意思是老秦现在体力好，你不要惹体力好的。哪个？哎，我们还有一期呢。就中间那个。哎嗨，我们还得录一期呢。哇！走，快跑！走，走啊！走啊，冲，快跑，走，快跑，哇哇哇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哇，羊皮在飞哎，哇哇哇，来了，他跑得好快，来了好快，哇，逮着了，逮着了，逮着就算了。秦哪，秦哪，这哪来的愤怒？祝贺杨迪和秦霄贤积分。玩吧，玩了哥。怎么为什么那么快？你们，你惹他们干什么？让你们别惹我们。好，现在那个程磊和瑞瑞坐一下，换老七和迪哥进攻。好，换好，你们坐好，没准他们俩还会搞你们俩。对，先坐好。让我照顾你。感受到了爱意，感受到了爱意。是我们吗？不是我们吧？咱们，我们哈。你得先把迪哥照进去吧。对，照进去。对对对，好。好，请选择你们的攻击对象。来这边。那边还有个没下过的，你们去试一下。就林一他们了。我去了。去哪儿啊，哥哥？不要往那边去，那边对你们不友好。叶叶，叶叶。走！走！快！快！快！有机会，滴滴！有机会，滴滴！有机会，滴滴！快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冲啊！有机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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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机会！稳扎稳打，哥哥，稳扎稳打，哥哥，稳扎稳打，哥哥，哥哥，稳扎稳打，不用蹦，不用蹦了，浩辰，不用蹦，不用蹦了，浩辰。哎哎哎，对，掌握好那个走的节奏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哎，好好，浩辰找的一个方式。不用蹦，走走，跑跑跑跑，要两圈啊，要两圈，两圈，还有一圈，还有一圈，圈啊，两圈，还有一圈。冲啊你！哎呀，有机会，快冲啊！冲啊你！哎呀，有机会，快冲啊！快冲啊！有机会，快冲啊！哎呀，有机会，快冲啊！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啊！抓到了！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啊！抓到了！啊！你抓到了吗？我靠！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弟弟，弟弟刚才在你面前抓到了吗？没抓到，没碰到。他这个也算。所以刚才那种爬的方式也可以是吧？对对对，没抓到，就是虽然赢了，但是没有尊严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祝贺迪哥和老秦拿到了没有尊严的一分。